北韩送别金正日，北韩今天起将为他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举办为期两天的神秘葬礼。仅上礼拜辞世，享受69岁。专家指出，这场葬礼将全国大动员。 届时在平壤街头痛哭送终的人潮上看200万人，但盛大的告别式上，两个儿子的缺席将格外引人注意。据传喜爱迪士尼的长子金正男为了保命，归缩北京。而超崇拜美国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还会写新诗的次子金正哲，则据传因太女性化而痛失继位大权。 随着亲爱的领袖的离去，北韩高层谁起谁落也会重新洗牌。但有件事是确定的，典礼上腰子金正恩将被正式指派，成为这封闭王朝的新科领袖。 你还意犹未尽吗？输入 NMA.TV。